Known to many, durian is an extreme fruit that would give you either heaven or hell. Even so, it is still given the title King of Fruits. Why? Most of Malaysia's export durians, they come from Sungai Klau, a place located close to the borders of Pahang. Here, a group of dedicated farmers put their hearts and soul into growing the perfect durians.我们可能叫中部，左后叫南部，我们中部的榴莲呢是最好的，因为是可能是山多那种地，它有气候影响，应该是那个土地不一样的问题。我们选水果的时候是选它的产源地，所谓的产源地就是讲，猫山王来做一个例子，猫山王产源地就是它那边种的历史悠久，说它那边的品质，当然跟会比较稳定，说当然我们会选择。 Pahang, specifically Raub, is perfect for growing durians thanks to its innate geographical and weather advantage. It is home to the famous durian type Musang King. 是那么容易，很辛苦做。你要小小小小的种下去，就要照顾到它，照顾它，要下肥料，然后打药水，然后要割草。加进去这边，如果是下中二或者是四的话，就是够下肥料，够出工钱的了。往往现在就比较有价了，就是我们可以做多一点嘛。 哦，这个病啊，我们通常是叫我们叫黑头病啊，讲法像就是它的身上会有类似那种黑印这样一个水印这样咯，啊，像你黑青这样子哦，还有一个，一手拿刀啊，拿刀还是刀片啊，割开啊，那伤口刮开啊，然后就刮一条条线，给它，你就涂药，给那个药渗透进去哦。我是看不到，我们就直接拿药淋那个树根叫吗？罐根啊，我们叫。如果你这不，如果你不去移啦。 整个树会死掉，而且它会传播，你不去，一棵变两棵，那种传得去啊。你要会很多东西啊，你要会肥料管理啊，功能管理啊，农药管理啊，还有很多很多，而且还有你要灌溉那些东西咯，很多东西要会哦。 看果看树啊，什么时候？如果像现在没有什么花果啊，我们就主要都是像那些让树生长的肥这样啊。如果你有花，我们就下花肥这样、果肥这样子哦。如果果的时候就这样，平时都是下有机肥啊，还是我们就以养树为主啊，以养树为主。很多问题你要有那个责任啊，有那个心机去看才看得到咯。因为有时候那种树的病害啊，要虫害啊，你要有心机去看，医生你看到一点点，你不去理它，等下就整断人都是啊。 主要是叶子啊，叶子跟它树的形状啊，就像是黑刺来讲啊，它叶子会比较肥一点哦，比较短肥哦，比较短肥。如果是猫王来讲啊，它就比较细长啊，然后树形来讲啊，我们黑刺就比较，那个它的枝啊，就不像猫王那么阔啊，我们黑刺就比较短短的那种，像扇子一样啊。
can Malaysia stand out from all other countries that plant durians? 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得天独厚的一个国家哈。第一就是我们是在赤道这一边，然后我们阳光是非常充足的。然后加上我马来西亚是一个海岛国，我们的水分呢也不缺，在不缺水、不缺阳光的情况呢，这个是给了一个榴莲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猫山王，比如说我们来这的黑刺，甚至包括我们的一零也好，这每一个品种的味道都是很浓郁的，是别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泰国是种不出这样的味道的一种品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榴莲市场占有一定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条件的。榴莲和其他的水果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它有相当高的蛋白质，还有相当高的脂肪。蛋白质和脂肪呢，却是我们很多人体需要的一些养分的主要最基本的架构。而比如说蛋白质是很多我们荷尔蒙的一个基本组织来的，所以你吃了榴莲时候，我们多了很多其他水果没有的对身体很好的这一个荷尔蒙，或者是我们叫酵素也好。第二个就是这个脂肪，大家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需要的维他命里面呢，有一些是水溶性的，有一些是脂肪溶性的，所以呢只有这一个榴莲有脂肪，是带有很多很多这种脂肪溶性的这一个维他命，而其他水果是没有的。Melatonin 呢是起着我们睡眠和休息够不够的一个很重要一种荷尔蒙，然后榴莲里面就很多咯，所以让我们睡得非常的甜，而且非常的深。那榴莲还有一个叫做 serotonin， 或者是中文我们叫做血清素， OK， 它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幸福，我们有非常的这种浪漫的感觉，包括巧克力有这些东西都是血清素的一些作用，然后榴莲里面有很多这个血清素，让我们很幸福很温暖的去睡下去，而且睡得非常的熟。我觉得榴莲是很伟大的一种水果啊。它的 nutrient level、在这么多水果里面呢，它是含最高量的。为什么榴莲吃了会热气？是因为它营养成分太高，糖分太高，使到我们的人体需要更多的水分、去 process 它，就把我们的水分 draw 掉了。但 draw 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少水咯，也means 身体就缺水咯，就导致一个热气。Even though durians are popular within Malaysia, it's not the same for other places.Here are some foreigner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encounters with durians. Yes, I tried durian for one time. We have kind of fruit in our country named jackfruit. So I feel that external part is the same, but the taste is not the same actually. Oh, 我在云南吃过榴莲。我在云南是猫山王，对，然后它特别好吃。Best experience with durian was...as I was walking on the street, I could smell it. I didn't see it first, I smelt it. I'm thinking,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awful smell? Because I've never smelt it before. And it's so strong, and it's such an unusual looking fruit as well, that I didn't want to try it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榴莲是还算是我挺喜欢吃的一种水果，但是呢，也不是很经常吃。有吃过，就是我们泰国的特产。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吃它。We don't have those kind of fruits in my country. That's why I'm not so familiar with durian fruits. 外国的市场是猫山王最主要了，因为它在80年代已经有了，到现在已经30，差不多40年了。那个黑市的历史啊，只是大概十年或者10年初一点吧。2010年过后的全部主要是猫山王，90年到2000年啊，2000年啊都是24。现在这个24和猫山王的对比啊，猫山王88%，那24只有20%多吧。90年代，我们这边的人看到新加坡那边卖榴莲，
很有市场，这样我们就收购一点了，一部分去新加坡，一部分在本地卖这样了。然后做了一两年，又有那些新加坡那些老板找上我们，要分一点给他们卖，然后分一点给他们卖了，因为新加坡比较好价嘛，来讲。2005到2008年之间啊，那个时候就这边的产量啊过剩了，然后我们再去做中国的市场了。中国的市场是2010年才开始做，就做到现在。好的榴莲啊，全部都是专攻中国市场，因为它比较的价钱很高，它需求量很大。中国的市场比我们现在啊，它还可以要求它的量5到6倍以上，我们才可以满足它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的本地市场就变成没有这样去种了。这两种啊，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市场需求，因为中国的好像 AA 果他们要圆圆的，可是那个榴莲啊，不是每一个榴莲的形状都是圆圆的，有些会没有这样圆，或者是歪一点，可是它也是很大力，我们是 A 咯，它圆圆的我们叫 A 咯，小一点我们叫 B 咯，好像有一些生虫的啊，我们叫 C 这样。本地的市场主要是销售皮毛为主，因为比较便宜一点。In this documentary, we will be going over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types of durians found in Malaysia. Firstly, Musang King, the current durian pride of the country. Its creamy texture and sweet flavor that comes with a much more intense bitterness compared to other durians makes it an irresistible existence for durian lovers. Secondly, D24. It is a common local favorite among Malaysians that cannot be missed for its bittersweet flavor and creamy texture whenever the durian season is here. Thirdly, Teka, another local favorite for Malaysians with a rare sweet and floral taste and found in other durian types. Durian is not only a fruit satisfying to the mouth, but also considered as an icon of identity for Malaysians. Therefore, you should really try the durians when you come to Malaysia. There's so much more to discover.